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80起页第四行，第四行，求道合正，不误前行。这一句经文，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何者有调和、和谐、温和、和顺、和平、和睦、和和、和同、和乐相应，这么多的意思，这是六句，举这几个意思就够了。正这个字，它的写法是从一，下面是止了，止于一也。这叫正。也举了几个例子，举世中常之有这些意思，正中或者中正，正常正直，指正都可以，行为没有倾斜，放置不去，这么多意思。下面这告诉我们，极乐深重，和平重镇，以求无上之道，故不为倾斜所误。这一句我们要注意，我们今天才搞明白，才搞清楚，学佛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学佛是为永远离开
六道轮回跟十法界。为什么？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如果不离开十法界，这个离苦啊不彻底，不圆满呢。所以苦的根源在十法界，六道是十法界里面的不善的道啊。六道上面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这个四法界啊，加上下面六道叫十法界。得乐要得究竟乐，永恒的乐，不是阶段性，不是一时的啊。那又怎么样？一定要出离十法界啊！出离十法界是菩萨、化身菩萨，都是明心见性啊，所谓见心成佛，见心成佛，但是见心，他还有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。啊，这个是没有法子断的，起心动念就造业了。所以只有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要多长的时间才把习气淘汰干净？佛告诉我们三大阿僧祇劫，这个时间长了，成佛，三大阿僧祇劫成佛，不是对我们说的，我们是无量劫，三大神奇界是有量的啊，是离开十法界之后往生到诸佛的十宝庄严土，在那里住多久？三个阿僧祇劫啊。为什么要住这么长？这么长的时间习气自然没有啊，习气也不好动。古大德常常用酒瓶给我们做比喻，酒瓶里面盛的是酒，酒倒干净了，洗刷干净了，确实一滴都没有了，闻闻还有味道，把这个当作习气啊。你说菩萨无始劫起来的烦恼真断了，确实没有，还有习气，习气本不好断，没有方法断啊，真的像酒瓶一样，瓶盖打开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自然就没有了，道理就是这个。所以十宝庄严土这里面有41个等级啊，十宝图说来说它什么都没有，哪来的等级？这个等级就是习气后不不一样，烦恼真断干净了啊，确实一尘不染，清净无为啊。可是无始劫以来在阿赖耶里面的习气，这个东西没法子啊。所以它里面41个阶级，就是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
十地四十个，再加上等觉四十一个，这四十一个习气通通断干净，就真的妙觉位了。华严经上说妙觉就是真正究竟果位啊，妙觉如来、妙觉佛都可以啊。那么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去凡夫啊，烦恼习气都没有断呢，别说习气了，烦恼都没断啊，没断烦恼能行吗？只有这一个法门可以待业往生。为什么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是真苦啊，你还没证出苦，没证阿罗汉，你还是凡夫啊。虽然是凡夫，极乐世界环境特殊，阿弥陀佛在那里建立给这一些烦恼难断的这些众生，帮助他们，帮助他们离苦得乐。所以特别建立一个学校，极乐世界学校，让这些人无条件，就是烦恼习气通通不断，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修学。这个地方老师是谁？老师是阿弥陀佛。大乘经上所说的，华严上讲的，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过得解。这是讲的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十方诸佛刹土，十宝土相同啊，但是这里头没有小乘，没有凡夫，他们进不去。唯独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大开方便之门，其他诸佛十宝土你进不去，你到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曾经发过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戒引这一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待业往生净土，生到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净土。我们这个地方六道是凡身同居秽土，不是净土。极乐世界也是的，它是净土，它不是秽土，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它的净从哪里来的？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，与我们修行不相干。同时阿弥陀佛无量劫功德的成就庄严极乐世界，这是我们修净土的人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感恩。
啊，阿弥陀佛，方方面面都替我们想到了。只要我们相信，这个世界真有，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，你就具足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。啊，念佛功夫浅深没关系，甚至临命终时，这口气还没断，最后这口气念得上阿弥陀佛，都能往生。方便到究竟处了，没有比这个更方便了。在极乐世界，谁叫你？告诉你，极乐世界老师只有一个人，一个老师，阿弥陀佛。怎么个叫法？给诸位说，个别叫法。你在那边所感觉到的，阿弥陀佛只对我一个人讲而已。我想学华严，他就教我华严；我想学法华，他就教我法华。每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无量无边呐。极乐世界有多大？没有人知道。太大了，跟虚空法界一样大。啊，从真如法性变现出来的，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极乐世界是自信生的，是自信现的。自信没有大小，没有边际，所以极乐世界的净土也是没有大小，没边际。啊，它能容，能容无量无边十法界众生。到那边去，每个人都感觉到阿弥陀佛来叫我。这中国人讲师承呢，这师承还了得？你的老师是谁？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一切众生的老师，啊，亲教师，不是阿弥陀佛请了很多老师来教你，不是啊。这个学校很特殊啊，老师就一个啊。啊，当然这个地方也挺热闹，啊，为什么？时时刻刻都有十方诸佛到这边来参访。来看阿弥陀佛，来对阿弥陀佛表示尊敬啊，客人呢、啊、他们到这边来做客，用意何在？帮助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对于阿弥陀佛的信心再增长一倍。你看看十方诸佛都对于我们老师那么恭敬，我们还能不恭敬吗？还能不认真吗？还能不欢喜吗？还会有别的想法到别的世界亲近别的诸佛？没有这个念头了。你动这个念头，那个地方的佛就来拜访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致敬。这境界都不可思议。
啊，所以那个地方的神咒，从十宝图到方便有余图，到凡圣同居净土，这神咒两个字统统包括，所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全包在其中，和平众生。我们在今天还没到极乐世界去，就应该把和平中正做好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在此地就开始修，学的虽然程度很浅显，跟阿弥陀佛那一边的群众相应，佛慈悲接引我，所有的大众，极乐世界居住大众，对我也都生欢喜心，不讨厌我，所以要做啊。好，孔夫子学生赞叹他的无德，温良恭俭让，第一个就温和平等啊，平等什么有分别，温和就没有障碍，没有染污啊。今天学佛，我劝同学怎么学法？内断贪嗔痴慢疑，对于经典上字字句句都肯定，没有丝毫怀疑啊。我们对于经典的理解是时时都在进步啊，时时都在进步。我们学这个经，我相信同学们有这个体会，遍遍不一样啊。一共讲了14遍了，遍遍境界不相同啊，时时刻刻都在向上提升，好啊啊，所以和平众生啊，这是我们现在要学的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啊，中不偏不邪，众生的意思，用真心，用和平众生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这叫真修。所以他们的行无情行啊，都能与和平中正相应啊。我们今天学我们家的老夫子、老祖宗，温良恭俭让啊，内要断贪嗔痴慢疑，外面表现的温良恭俭让，这是真干呐、啊，真学啊，这样的人。快乐啊，夫子所说的不亦乐乎，喜悦。佛菩萨跟我们讲的法喜充满
那就祝福你，你的身体好，你没有任何疾病，你的寿很长啊，你的工作没有一样不顺利，从哪里来的？修来，就这十个字就能保证你得到啊。对于读书学历不相干啊，你看看慧能大师成佛了啊，唐代中国人呢、啊、最近的南阳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92年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也成就了啊，他们的成就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阅读明心是同一个境界。是我们的好榜样啊。啊，他怎么成功的？求道合真。我们拿这四个字跟慧能大师比较一下，跟海贤老和尚比较一下，然后回过头来看看自己，我求道有没有合，有没有真，恐怕这两个字都没有啊，差得太远了啊，我总比别人高一点，这就不好了，这就不正了。大乘教里头说的很多，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一句话不仅仅是84000法门门门相应，乃至于无量法门都不能违背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修行在哪里修？不是念佛堂，不是禅堂，不是讲堂，在起心动念之处，在这里修啊。几句话了，把佛教就讲完了。什么是佛？六根在六尘境界，眼见色看得清楚，耳闻声听得清楚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佛家讲的智慧呀，自性本具的智慧现前了，清清楚楚。表现在外面是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
这就成佛了。佛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清楚明了。你不问他，他心里什么都没；你问他，他什么都懂。那他真的懂，不但懂，圆融无碍。一个人去问他，一个讲法，你看我；十个人去问他，十种讲法，个个不一样。啊，个个都开悟，这叫教学啊！真有本领啊！那为什么十个人跟十个人讲十种不同的方法，众生根性不一样？啊，他能够同时。不仅应付十个人、一百个人、一千个人、一万个人，无量众生能同时应付。这本事从哪里来的？本事是你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一切众生，佛言当中，通通是佛。我们能学到这一点呢，功夫就得力了。为什么？不敢轻慢一个众生。啊，这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我们迷惑颠倒，才有十法界。大彻大悟，十法界没有了。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我们比佛比不上，我们有起心动念，跟菩萨比也比不上，我们有分别有之处。啊，跟阿罗汉比，阿罗汉有分别，没有之处。这最低最低一级了，啊，小乘教。只要不执着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从哪里来的？从执着来的。为什么他能不执着？小乘不能轻视，我们跟他相比差得太远了。他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，我们不能啊，我们还在造业呀。啊，造业佛讲得很清楚，造作善业得三善道，三善道，造恶业那是地狱魔鬼畜生三恶道。我们的前途是六道啊，啊，是天，是人，是阿修罗，这三善道。再不然就是地狱魔鬼畜生。人道时间短，哪一道的时间都比人道要长很多很多倍。经典里面所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佛从来不说妄语，从来不欺骗人。啊，教学有的是方法，啊，不是正当的方法，佛菩萨决定不用。啊，为什么？不正当的方法
妖魔鬼怪都会有。啊，所以佛不用，佛用教学，不用神通。佛有能力把十法界像电视一样显示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看清楚，有这个能力，为什么不行？这种能力，妖魔鬼怪也有啊，幻术啊。如果佛用这种方法，妖魔鬼怪可以冒充佛菩萨，你就没办法辨别了。所以，佛有神通，不用神通。道理在此地，佛总是教你。啊，教你什么？教你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，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放下就成就了。啊，那么科学跟佛学相比，科学家也能看破。看破怎么样？放不下。啊，佛法修行人看破同时放下，放下同时看破，这是科学做不到的。啊，今天量子力学，我们不能不佩服的。佛在经上讲的，用我们的意识，就是思想，来观察宇宙，啊，宇宙有三个奥秘，就是一直到现在人都没把它搞清楚。啊，全宇宙，第一个物质，物质现象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物质现象？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？起什么作用？头一个大问题，第二个念头，为什么会有起心动念？人有起心动念，动物有起心动念，啊，那么一般人是不相信有鬼神，但是相信科学家所说的，确实宇宙当中存在不同维次的空间。这些都有念头。啊，三维空间的，两维空间的，我们在低级的啊，小虫，甚至微生物、细菌，它有念头，要随着念头在改变。啊，这第二个问题，念头从哪来的？为什么有念头？这到现在我没搞清楚。啊，第一个物质搞清楚了。啊，物质科学家已经宣布了，宇宙之间的物质是假象，我们误会了。说实话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。那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物质从念头来的，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波动产生的幻象，这个幻象重叠在一起，我们误会
它是物质，其实它不存在。啊，说不存在也有问题，不存在我们这明明眼睛看得见，耳朵听得见，手能握得到，怎么会不存在？所以弥勒菩萨给我们说，这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，他们的对话是教训我们的。啊，佛向弥勒提出一个问题，心有所念，这世间人心里起个念头，啊，这个念头他感觉到了，我动了一个念头。佛问，这念头里都有几念，多少微细念头重叠在一起，让你感觉到有个念头啊，这就是念头怎么来的啊？即相，相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是从念头产生的，不但有相，后头还有识。啊，即念、即相、即识也。这一句问话了，弥勒菩萨要回答。啊，拍手，弹指。啊，有一弹指，这个一弹指之间，32亿8000年。啊，单位是百千，100个千是10万。换句话是32亿乘10万。啊，得出来的320兆，这一弹指。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，我们现在是用秒做单位，那一秒钟有多少次生命啊？那就看我们能弹几次。有人告诉我可以弹七次，我相信我这么大的年岁，我大概可以弹4次。年轻人体力好的弹七次，我相信那320兆再乘七等于2240兆，2240兆次。单位是兆啊，不是万的，不是亿啊，是兆啊。一秒钟，我们回过头来，现在的电视，我们在电视机面前，啊，这个电视，一秒钟，它生灭多少次？100次啊，他的画面停留在荧幕上是1/1秒。啊，一秒钟他就换了100次了。啊，过去黑白那个电视是50次。再早的恐怕现在一般年轻人没有概念了，电影。是用动画的，用动画的电影，一秒钟是24次，24个生命，啊，一秒钟它换了24个张画面，啊，我们今天电视是100次，一秒钟100次，我们已经看不出破绽了，
好像是真的了。啊，再想想现实环境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2240兆分这一秒，一秒钟多少？2240兆次。所以概念都没有啊，以为它是真的，它比不上我们电视，电视存在的时间1/2秒啊，时间很长很长啊。啊，现前的实相是2240兆分之1秒，这些经文我们天天都要念几遍，为什么？帮助我们观照，帮助我们念心经的时候真正理解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这些经文，你读这些经文才有味道，你才佩服五体投地。3000年前。佛菩萨都知道，被今天最近20年这些量子力学家才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他们发现了微中子，微中子打破了，就虚空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，把佛经上所说的灵虚尘。佛讲小的叫微尘，这个微尘小到什么程度呢？跟虚空做邻居，就是你能看到它，你把它打破，它就没有了。虚空去吹啊，佛的灵虚尘被今天量子力学家找到了，所以现在他们来研究第二个。念头，我们今天在书店里面看到许许多多，从上百种研究念头的秘密、奥秘啊，物质是念头产生的幻想啊，根本不存在。那么物质要不要放在心上？要不要拥有？要不要占有？不需要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知道，他3亿一钵就够了，再就不需要了。他明了，我们不明了。我们看他外表有个形象，那里面的功夫我们一无所知。必须依照他的经教，我们努力学习。学习就要学看破放下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张家大师，我的佛法是他老人家给我奠定的根基。啊，告诉我，提升境界，就是4个字：看破放下。放下帮助你看破，看破帮助你再放下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这功夫相辅相成，像爬楼梯一样，这一直爬上去。看破也明白了，不肯放下。
佛菩萨怎么说法？佛菩萨看法，你根本没有堪布。为什么？真正堪布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？啊，不可能的。啊，真正堪布，一定放下。真正放下，一定堪布。还放不下的呢，堪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要真干呢，这种修行完全用内功啊，与外一份境界不相干的，怕外面境界干扰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。人少的地方，环境清净啊，让你在这个地方休息，容易看破，容易放下。这是真功夫。啊，真正体会到了。我们就会发现，这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确实有一些聪明人啊，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是天才天赋，上天赋予他的绝顶聪明，他能在一生当中给我们表演真无上道啊，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每个地区都有，每一个时代都有，称呼不一样，境界完全相同。啊，在印度称为佛陀，称为菩萨，称为阿罗汉；在中国称为圣人，称为贤人，称为君子。啊，那我如果释迦生在中国，中国人称的圣人；如果孔子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称的佛陀。开悟了啊！孔子的学生3000人。里面有72贤人，菩萨，其他的弟子，那就是阿罗汉。中国人叫君子，啊，这些人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对他们感恩，对他们尊重啊，为什么？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从哪里来？这些读书的君子，确确实实是他们带领的。他读圣贤书啊，他把所读的东西都表演在外面了，
给社会大众做榜样。啊，好人好事，做榜样。他们是穷秀才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没有财富，但是他们一举一动、言行举止都不离圣教。啊，他把四书五经十三经做出来了给你看，社会才有这么好的风气，啊，才会有盛世出现。每个朝代大概都有至少50年的盛世，啊，有些是100多年，我们看到最近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150年盛世，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啊。那为什么？清朝历代的皇帝自己带头干，这个很厉害啊！我们中国人，他们对汉学的认证超过中国汉人，所以我们汉人看到这些帝王，没有不佩服啊。啊，他能够享国200多年。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啊，对于有地位、有身份、啊，有学问又有财富，这些人、贤人，历史上有记载，我们称赞，我们礼敬，啊，还有更多的。这些穷秀才，他们一生教书啊，国家养活他，有道理。考取秀才之后，国家就给一份粮食给你。你看《了凡四训》里说的，袁了凡考中秀才，一年可以。国家给他90多担米，啊，那90多担他吃不完了，啊，他可以卖钱做其他的用途。那个时候国家给粮食、食物给你，啊，他能够把底下一代教好，全心全力教下一代，再自己表法。啊，自己在这社会上言行举止都是大家的榜样。所以中国古时候排名士农工商读书人摆在最前面，为什么？他给社会带来安定和谐啊，培养国家下一代，替国家造就人才，值得人尊敬啊！德行第一了，学问是第二了。啊，所学真的是学，所用变成所用，变成自己生活。他有能力，家和万事兴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懂得是非，懂得因果，懂得邪正。啊，他居住的地方。邻里相当，都受他的潜移默化
这种人要不要排在第一？排在第一。中国从远古到满清，满清灭亡之后，读书人就下降了。现在是什么第一？经商第一。你看，士农工商，现在是商农工四，四摆在最下面。啊，这一颠倒，我们就看清楚了，现在的社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士农工商颠倒了，自自然然就变成这样了。啊，变成什么呢？士不甘心，贫穷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开学店了，大家都开店嘛。啊，办私人补习班的。那在学校教书不认真教，教个一半还留一半不教，逼着你一定要上他的学店。啊，你不上他的学店，你就考不取。让读书人变节了。读书人在过去是圣贤的子孙呐、啊，再穷苦也不敢丢祖宗的脸，啊，去为非作歹。他有良心啊！啊，还有因果报应，他知道。现在良心没有了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很多人怀疑啊，不管你怎么样怀疑，性还是本善，绝不因为你怀疑它产生变化。本性本善，习性不善。啊，过去念习性也善，为什么？读书人多，表演的人多，啊，真干的人多，现在没有了。所以社会表现一团糟，大家都在想用什么方法恢复过去的安定和谐。十年前，我在马来西亚讲经，有这个缘分认识马哈迪长老，老首相。那个时候他退下了两年，我们见面。他第一句话就问我，说法师，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我听到这句话，我感到很惊讶。他是一个成功的首相，在位22年，很难得的，怎么会问这个问题？对世界和平信心丧失啊！当时我回答他，我说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，世界和平出现。他说哪四桩？而第一个，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第二个，政党与政党。第三个，族群跟族群。第四个，宗教跟宗教。这四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世界就和平了。他听到之后说不出话来，
我等了六七分钟，态度虽然非常严肃，一句话说不出。那我只好接着告诉他，我说是难，非常不容易，非常棘手，但是不是没办法，办法是有的，只要从宗教下手就行。为什么？宗教有信徒，那就是他的前势力，如果能把他带下带好，宗教回归教育，互相学习，团结成一体，用他们传教的方法来讲经教学，会把人都教好了。没有一个宗教不讲伦理，不讲道德，不讲因果，每一个宗教都讲啊。每一个宗教在教堂里面都能够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啊，劝导大家啊，神职人员自己做到，做成榜样给他看，这世界有救啊。那毕竟这个世界现在讲民主，民主投票，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宗教的人多，我们的票也比他多啊！这就是前世的前力量啊！英国大革命时候，宗教是人类所必须的，不能没有的啊！人类先有宗教，后有文明，文明是宗教的产物。说得好，这是个历史哲学家啊，英国人很有影响力啊，他说的。他是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的啊，他告诉我，人类有历史以来，就五千年历史啊，曾经在这个地球上出现20多种文明，现在都没有了，都消失了，现在剩2个，一个是中国啊，中国的这个文明在，另外一个欧洲科学技术的文明，就剩这2个了。啊，那我们想一想，他说的，先有宗教，后有文明。啊，宗教是文明的根本，没有宗教的文明不会超过300年就消失了。那么我们想想，中国的这个文明有3个宗教做它的根啊，根深蒂固，这3个是儒释道啊，所以我们想到中国文明还为什么还存在，儒释道还在，很美妙。必须先把儒释道消灭了，然后中国文明就没有了。谁能够消灭中国儒释道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谁在消灭？我们自己在消灭。这个要知道啊。我们形式上在信教啊，实际上是叛教啊。
啊，与经典里面的教诲啊不相应的、啊。啊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大乘佛法全来了，印度没有了，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家了。啊，佛教的精华是在大乘，在中国，在中国哪里？在中国大藏经里面，玄奘大师对这桩事情做了最大的贡献。啊，为什么要翻成中文？中国的文字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种能够跟中国相比。中国文字是表意的，外国的文字是表音的，音一年半年之后就变了，所以人家看不懂。那我在英国的时候谈到文字的问题，啊，英国的大学校长告诉我，现在的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不懂了，这什么原因？文字跟着言语走两百年，他就会改变，三百年真的不认识。那么如果说是两百年再翻一次，啊，翻成现代的白话文，两百年又翻一次，翻个两三次就不成样子了，就不能看了。啊，所以中国文字没这问题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。啊，孔子距离我们2500年，我们读他的《论语》看得懂啊，不会把意思看错啊。我们能体会的是他的意思啊，这是中国文字好，文言文好，所以中国把文变成文言啊，语言没关系。夏商周三代，中国并没有统一。啊，如果说统一什么，文化统一。啊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证明在我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些东西有很多是相同。但是你文字你怎么念没关系，意思是一样。啊，所以这一个文字，各种方言，方言就是从前的古语啊，啊，还都保留到，但是意思都懂，这是外国文字所没有的。那么外国文字，现在他们明白了，如果要把它保存，千年万世不会改变的，通通要用文言文写，就保留住了。啊，要鼓励大家学文言文。文言文纵然不普遍，没有关系。啊，学校、中学、大学应该学文言文。啊，你能够跟古人交流，几千年古人留下来的典籍、四库全书，你能用得上。那是无尽的宝藏啊！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啊，唐太宗编的这一部《群书治要》，这是做实验给我们看，他用这一套、这部书治国。啊，唐朝的盛世跟汉朝可以媲美，在中国历史上。汉唐就代表了中国。啊，这部东西宝贵啊，
现在非常难得了。啊，习主席把群书之要放在党校里面作为必修课程，这就高明了，太难得了。啊，所以外国人包括汤阿敏已经过世，晚年在说希望世界变成一个国家。他所担心的是第三次大战核武战争怎么避免，全世界变成一个国家，国际战争就没有了，可以避免核武，不至于人类毁灭。这菩萨心肠，用心良苦。那么中国人怎么同意？我相信就像夏商周那样，不是政治同意，不是军事同意，也不是科学技术，也不是经济贸易，是中国汉字文言文的同意。大家都学中国汉字文言文，都读中国群书之要，都用这个来治国，就同意了，这多么好啊。汤恩比说这个话是在1971年，是在那个时代啊，说的真好啊。那个时候群书之要没找出来啊，还不知道，我找出这部书来之后我们才晓得他说的话有道理。那么底下四句话：随心若令，不敢错题，若遇神木先为盗墓，还有这四句啊。这四句前面两句约约束，令命令，法律教令，有这个意思啊。错贴错是俗，跌倒啊，跌是跌倒。什么是指古时候木工用的，操作时候以什么谈话之黑线，匠人依这个线来施以辅具，不敢有毫厘之差。这个工具现在没有了啊，现在的科学的工具比古时候进步多了，但是什么在中国用了几千年啊，文章里头常常用它来做标准啊，显示有个标准。那么极乐世界人人都遵守规矩，对于老师阿弥陀佛的教诲决定不能违背。为什么？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啊。李老师在世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，他以台中莲社做例子，莲社同学10000个人里面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3-5个而已，提醒我们啊。现在这是65年之前的事情，现在大概可能只有10000个人当中可能难得有一个。为什么会变这样？
我们这些念佛人对于经对于教确确实实没有以教奉行的，随境若令这一句话了，就是以教奉行。佛的经典天天在读，没去做，所以自己毛病习气没办法改过来。啊，那么这些深重的习气时时会发作，非常可怕。自己不知道，别人劝你不欢喜，不但是不听，完全表示拒绝，甚至掉头而去，以后永不见面。这问题严重，而且就在我们眼前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佛知道啊。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来接引你？你靠不住啊！你到极乐世界，如果一发作，还影响别人，还破坏道场风气，这怎么能接引你？啊！所以我常常勉励同学，我们要把经典里面教训认真做到，现在就做阿弥陀佛的好学生。到临终，阿弥陀佛很欢喜地来接引你。啊，你不能够顺从，不能依教奉行，人不知道，你能欺骗别人，你骗不了阿弥陀佛。你骗不了西方世界的大众，这大众里面有很多跟我们有关系的人，过去生生世世在一起的，什么关系都有。我们往生，他们都随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你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又团聚了。无量劫来，家亲眷属，啊，同学伴侣，又回到极乐世界团聚，你说你多欢喜，多开心！啊，如果我们不肯依教奉行，怕的就是去不了了，这个。不能不注意，不能不认真的学习。那么下面是说本经勤修坚持品里面有几句经文，随顺我教，当效于佛。无德为妄，尊戒经法，于此同之。啊，跟这个地方的经文，念老的注解，宗旨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学佛就看能不能坚持随顺佛陀教诲。当效于佛，效事出事情
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。儒家讲孝，以父母所代表；佛家讲孝，以阿弥陀佛为代表。孝与佛，啊，经教给我们。我们要认真努力把它做到。啊，敬业三福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不仅仅是净土，无论是大乘小乘、宗门教下、显教密教，通通都要遵守。啊，我们净宗学会在美国成立的时候，我只选了五段的，简单明了，必须要修的。啊，第一课就是敬业三福，第一福，真正的福报啊，第一福啊，孝养父母。奉师师长啊，对老师的教训要遵守，跟父母一样啊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意，这四句只要是学佛就必须要遵守，它是所有戒律的大根大本啊。什么是佛？这四句就是福。有没有人做到？别人做到做不到与我不相干，最重要我自己要反省我有没有做到。啊，前面第一个孝道，第二个也是孝道，对老师，古时候师徒如父子，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关系跟亲兄弟一样，没有两样。换一句话是，一生当中都要互相照顾。所以老师就要认真的，为什么？他自己的儿女不争气，他有好学生，将来他的儿女老了，他的学生会照顾他，他放心啊。啊，知道感恩，知道报恩。现在没有了，我们要努力提倡。怎么提倡法？从自己做起。啊，要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。这个不能不重要。啊，修持善业。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想到这十句？神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有没有想到？远离这三个恶，身清净，口业是最容易造的，所以有四条。啊，不妄语，绝对不欺骗人，不良食，
两舌是挑拨是非，倭寇是说话难听，其余是花言巧语骗人。啊，口要立这四种过失。啊，后面是意起心动念，不贪不嗔不痴，这叫三善根。一切善法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出生的。啊，第一大福，佛保护，佛教给我们，我们没有得第一大福，那是自己不肯做，自己真肯做，就真得到啊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生活非常清苦。也没福报，遇到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教我修布施，啊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在家人求，出家人也需要。为什么？弘法利生，离不开这三样。啊，知识用途不一样。出家人用在弘法利生，在家在家他用在享受生活享受。啊，那么第二福，第一福是对一般人世间。第二福是出家，啊，出家要是去做什么条件？三个条件：第一个受持三规，第二个去做中戒，第三个不犯威仪。这三句都是属于戒律，佛法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学习的目标是开智慧，智慧从哪里开？从持戒下手，持戒就是放下。你看前面十善业，十善业道是戒律的根本。啊，特别提出来，身口意三业。啊，三月里的最后又特别提出来一夜的贪嗔痴，贪要放下，嗔要放下，愚痴要放下。啊，怎样放下贪嗔痴？直接决定坚持，绝不悔犯。佛教的我们的啊，不能违反啊，威仪或者规矩礼貌，无论是什么地方要讲理，要守礼，啊，那么现在由于交通便捷，资讯发达，我们的活动空间延伸了，啊，过去老死不相往来，啊，到最近这个时期，交通还不是很方便，现在方便。那么换句话是，我们生活的空间大了，对于每一个国家、地区、族群，他们的风俗习惯都要了解，都要尊重，都要遵守。啊，往来与密切，将来才能团结在一起，共同创造社会安定、
世界和平。啊，净业三福最后一条大乘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信者。啊，后面这条四句，发菩提心重要。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就是求悟。人最可怕的是无知，菩提反面就是愚痴。啊，愚痴会做出很多错事，对社会影响很大，啊，对你的家庭、社会。都会造成很多很严重的破坏。啊，菩提心，佛经里面讲的很多，但是不好懂。通常我们看到的是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。直心是菩提心的体，菩提心从哪里发的？从直心，直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妄心里头没有菩提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不是菩提。啊，真心。啊，真心好啊。啊，什么是真心？离开妄心就是真心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菩提心。啊，底下一句深信因果，这个因果是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果，不是普通的。普通的因果，相信的人很多。啊，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对菩萨说的。菩萨希望成佛，那你要深信因果。什么是因？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这个很多菩萨不相信，所以很多人不相信，你就别怪他了。菩萨都不信，人怎么会相信？啊，那么要能深信因果的人，这人很了不起。这个人就像佛经上说的，过去无量劫中，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的人生遇到佛法，又得诸佛如来的加持，他才肯相信。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对于念佛往生半信半疑，自己就知道过去生中没曾供养那么多诸佛，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，所以才半信半疑。那真心就太可贵了。真心是你这一生成佛的机缘就到了啊。这个里头还有一句，无德为妄，正见见法，这在末法里头这个现象出来了。现在很多，为什么把佛经改了？随着他自己意思改了，也印出了出版。啊，对佛法没有相当深基础的人，就会被骗了。啊，这种宣传小册子，由于现在印刷术太发达了，成本太低了，
啊，流通的这些东西，我们打开一看，里面有真的有假的，在经书里面抄来的经文其颂真的，后面他自己写假的，你看见增减减法啊，天之天业，他增减的什么？他把它删掉的啊，这个都是大错特错，这个造的罪业重啊啊！将来的果报在无间地狱，地藏菩萨再慈悲也救不了他。啊，所以过去我们在增减经法里面，你去看会解本啊，王龙书的会解本有没有？有啊，少不多，只有几句。魏墨生的本子也有，夏莲老这个本子里头就找不到了。啊，他这个本子里头，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。啊，把它重新组合，变成会解本。啊，一字一句不敢改动，这真正做到了。啊，这都是，所以夏老会解本这的人尊敬在此地，确实是负责人。啊，为会解本做一个标准的本子，为无量寿经标准本子。啊，所以这个本子出来之后，魏墨生的本子、王龙书的本子，学习的人就很少了。啊，非常可惜，这个本子印光法师没看到。啊，如果印祖看到，给我们作证，我们对这个本子就没有疑惑。也不敢回报啊，印祖虽然没见到，非常难得，在现在的社会，13年之前，南阳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啊，他这个作证的过去，原过去没有的意思啊，也很时髦，拿着一本书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三僧啊，这一套书就是尊重会解本，为会解本辨别弘莲法师啊，他的这篇文章很长，在这里面，你读了他这个，你才懂得会解本有，从翻经那一天就是会解本啊，42章经是摩腾诸法难到中国。翻的第一步去，佛有没有说42章？没有。这里的42段都是他从佛经里头选出来的，选了42段，每一段确实都是佛说的。啊，这就是慧气。为什么佛法出到中国来，介绍给中国人要用简单明了？
一说他就懂，听的人才欢喜。那么历代翻经有许多经是汇集，汇集古人叫合经，两种合在一起，三种合在一起，四种合在一起叫合经。不叫汇集，叫合经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汇集本。所以这底下一句也是佛经上常提醒我们的，历经一字便通魔术，是指行人唯当以甚言量为一指也。这个话大家要记住，你们听我讲经，我讲的跟经文讲的是有不妥当的地方，以经为主，不能以我说的为主，就大家也知道。别人敢说，我不敢说。我学经教跟李老师，我不敢学，为什么？自己没有这个程度，没有这个能力。老师说，经没人讲了，怎么办？鼓励我们发心，那我们怎么讲法？讲注解啊，照古人的注解讲，这是最好的。古人都是有修有证，靠得住啊。今人指定哪几个啊？老师指定印光大师的可以听，没问题。地贤老和尚的没问题啊，这个举出好像举出六个是七个人啊，有原因法师啊，有地贤法师，这些几个老法师啊，地贤法师的学生。真正有成就的也有一两个，不是每个人都可靠，所以让我们做学生学经教，古人东西看不懂，看现在人老师为我们介绍的，不是老师介绍的可以看看，要很用心的去斟酌，可不可以引用？千万不要让听众产生误会，这个重要啊！就是此地念老说的，要以圣言量为依止，圣言量是经典啊，经是佛说的。可以，不是佛说的，不能依靠。现在世界动乱，灾难很多，伪造的经典。全世界不仅中国有，外国也有啊，美国也有，欧洲也有，非洲也有，我们都要非常小心谨慎。最可靠的，最简单的，那要真有信心，最大福报的人就一句阿弥陀佛，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。你想不想去？
啊，无量寿经太长了，我没有时间读。我们编了一个课诵本，早课念无量寿经第六品，是四十八愿；晚上念无量寿经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，这个六品经就够了。啊，这个好啊！三十二品从这品读起，啊，到三十三是不是？劝喻测净，从第三十二，我记得一共是六品。到三十七品，这六品经里面，篇中在戒律、因果啊，非常重要。我们把它当作戒律来看，啊，多半是我们末法时期。末世的这个学人所产生的弊病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